超无聊，问 Hank 去哪里玩好。Hank 是谁啊 ？Hank 是我的休闲娱乐点子王。哇 ，Hank 真是太神奇了！check 一下有什么好看的？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哎，哇，哦，电影院呢？哦，唱片行呢？哇，有了 Hank， 到处都可以混。Hank 还有更厉害的。哎，我妈说她也要来耶。泛亚电信。